来，对，所以等于是大家可以欣赏到一次这个小型的亚锦赛。没错，而且有，其实在国际上哦，所有的篮球联盟或者说只要有知道有篮球FIBA的联盟都知道，台湾每年的这个琼斯杯哦是一大这个盛事啊。对，然后现在刚刚下去徐展的训话了一下以后，何晨晨马上在篮下了，就是一个很轻松的灌篮，外围倒球，八连切到内线。感觉起来其实梁东根可以不用犯规的，因为何晨晨已经在里面站好位置。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何晨晨，太轻松了，只要这个球哦，其实在球的这个范围之内，一支财力雄厚的球队呢，甚至准备考虑哈吸收一些这个 NBA 的进球。对，没有错。阿联拉杆不错哦，又是十一号，十一号毕竟呢还是阿联的明星球员呢，艾萨比阿扎比。吴世根在这一节罚进六分，罚球这一节百分百啊，这个球又被江敏贤抄到，阿联已经气死。哦，江敏贤秀一下，对，哦，轻巧的一个灌篮。对，其实邓哥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，其实韩国球员他每一个球员不会练得非常的壮硕，但他都是非常的结实，练得非常结实之外啊，他的整个跑跳的能力哦，跟他整个敏捷性都是非常好的。内线金钟奎反勾插板没进，出来一个加速度，欧贝奥帕斯。裁判，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。九号的萨伦以及八号的胡塞斯，尤其是萨伦，胡战熙过人时造成了阿联的犯规。再看一下刚刚休泰，胡塞斯犯规 ，blocking foul， 背后 pass， 对。韩国队也偷走了所有球迷的心，同时让金荣焕呢，应该说受到了胯下之辱。哇，临场的一个反应对、哦。其实，在场上很多的一个在攻击的时候啊，而萨伦也盯着就胡灿熙，胡灿熙过人给球，说球判。